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其实人生啊，就是一种平衡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就是想取得一种平衡啊，因为你拥有了这个，你一定会失去或者错过那个。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人间什么都想得到，结果往往呢，你会失去更多啊，因为你的心理不平衡了。所以师父跟你们讲，有时候不要奢望在人生中拥有绝对的公平，好像这件事情啊一定要公平啊。实际上公平这两个字就犹如天平的两端啊，一端付出的越多啊，那么另一端承载着更多的希望。就像任何朋友跟朋友之间啊，家里的夫妻之间跟孩子之间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每个人只要啊承受的多啊，他得到的希望也就更多。所以我们有时候处于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矛盾啊，或者人生在走向低谷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悲观，因为我们最终还是会越过一个一个障碍往上走。而置身于低谷的时候，我们不要失望，在你置身于人生顶峰的时候，你也要想到这是暂时的，我们不要忘乎所以。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到顶峰啊，或者在单位里啊能够做一个很高的位置，他最后啊还会要想到自己可能会下来。所以人生呢，不要过于执着啊，平衡的心态让你能够好好学佛。有的时候你选择了，自己做一些努力了，坚持了，你走过了这条路，你无愧于心就好了。所以人这一辈子无非就是走在自己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人生的过程，荣华花间路啊，富贵草上霜啊，一切都是啊虚幻的。所以拥有的多可能给你会带来更多的压力，可能会给你造成更多的烦恼。所以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人生应该顺其自然，我们应该懂得什么叫随遇而安。所以白话佛法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人间很多东西不能看得太穿，有的时候看穿了自己会心痛，有的时候有一些烦恼能够随缘就好。在佛经里边经常有一句话叫不可说，很多世界上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就是说你心里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并不是代表你一定能够
写出来和说出来的，那种内心的感受，那么内心很多的境界并不是写得出来的。就像我们每个人学佛的经历一样，都不一样。有的时候那是一种悟性，那是一种觉，那是一种受。所以去修心就是觉悟自己这颗心。所以佛陀教化众生，叫我们要抛弃妄念执着。我们人不可以执着，不能有妄念。所以佛陀叫我们进入非想非非想的状态。非想，也就是说我们要懂得非想非就是不，不是的。你比方说不去做什么的，非也不去做，不要怎么做。非非想就是不要去想，那么非非想呢，非想就是不要去想，但是呢又不是不要去想，也就是说你不要去想，但是你又并不是进入了完全不想的境界。这就是靠你的觉悟了。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你做也好不做也好，有的事情可以做，有的事情不能做，实际上又可以做又不能做，又想做又不能想去做。这就是人生，我们说要靠理解和你的悟性。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啊，我们人为什么很多东西不能说，因为当你想说的时候，你有自私心在里边，你有妄念就在你想说的话里边。所以任何人只要说出来的话，他一定除了这个说话的目的之外，他还会有很多私心杂念。包括我要显化我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会有一些这个嫉妒心贪心愚痴心在里边，每一句话出来都会带着一点妄念，或者我讲这句话我要有私心上，我能够感受到什么。所以当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候，他硬要讲，他一定会讲出事情出来。所以为什么佛经经常叫我们不可说佛陀有很多的经书，也有很多的这个佛言佛语，就是为了教化众生就是让我们懂得不得已而为之你到了实在精神上控制不住的时候你一定要理解它，就靠平时的学习，最后能够到你心中来感受它，来理解它。所以禅宗讲的是什么？不执着于文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一个人学佛学到后来，整天跟别人讲文字，那你已经执着在文字当中了。所以真正的学佛，那就是要用智慧的语言来解脱自己的思维。所以佛家经典有一句话说，有的事可说不可做，有的可做却不可说，有的既不可说又不可做。这就是你的理解能力了。所以当佛经学到深奥的时候，完全靠你自悟了，完全靠你自己内心阿摩罗氏的本性来契合你的阿赖意识，能够合在一起。师父跟大家做个解释，有的事可说不可做。你们会说有的事情可说不可做，什么事情可说不可做？举个简单例子别人
做错了事情，你呢要讲他吧，你不讲他又不行啊，但是你讲了他你又不能去做，所以就产生了有句话叫我如果像你这样呢啊，我如果这样对你呢，所以有的是可说，但是你能这样去对他吗？你能这样去做吗？这就是经典啊，佛法的经典。那有的可做却不可说呢啊，师父再举个例子，什么事情可做却不可说呢？你去行佛，你去好好的做菩萨的事情，你每天做功德，你去做，但是你对那些无缘众生，你只要说了，比方说你吃全素了，你跟他一说，你引起他造口业，他就说了，哎呦，山珍海味都不是，你到人家来干什么的，你连享受你都不会啊，哎呀，什么酒肉穿肠过了，他们都会造口业，然后慢慢的啊，你就帮他们背了。所以有的事情你自己做，你就是行菩萨道，但是你不一定碰到没有缘的人一定要去跟他说。所以有的既不可说又不可做，什么是既不可说又不可做的呢？那就是你内心肮脏的思维呀，又不可以说出来肮脏的思维，又不能做，你做了你有因果，你不做你就没因果。所以佛经这种经典的东西就贯穿在我们学佛的那种智慧上面，所以为什么学到后来人的智慧会越来越开呢？所以为什么学到后来人会不一样？就犹如我们心经里边有一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样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这是由唐代的玄奘法师所翻译的，它其实是一种禅宗的精髓了。它整个的经文，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几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佛家讲的色就是你眼睛所看见的一切事物啊，啊人物啊，啊，实际上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你要懂得色即是空啊，啊，色即是空，就是万物本空的禅学理念了。你们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最后从拥有到失去，不管它自然的失去还是因为你离开了这个世界所失去的，那一切到最后都是空的呀。我们曾经拥有过，但是我们最后又失去了，我们曾经拥有过很多房子，最后我们失去了，我们人生拥有过很多，最后都失去了。这个理念就是让我们要开悟啊！所以菩萨叫我们懂得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让我们不要对万物啊去执情啊，执着这个感情上面，执着这个，哎呀，这个房子我可爱它了，我可喜欢了，这个人可爱它了，我放不下呀。就是佛经让我们不要去执着于这个情，因为这个情是空的了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了。因为你只要一执着这些空性的东西，你接下来内心就不得自在了啊，你内心不得自在，你就是在谈空了，论空了啊，却又恋空了啊，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会离你而去，你还留恋他，你最后得到的是空啊！
你明明知道这件事物你住半年很好的啊，哪怕住一个月的酒店，哎呀真好，服务这方面很好，但是最后你知道你会离开他的啊，就是你的身体，你知道你也就是父母亲把这个身体借给你，也就是70年80年时间，你到最后你去执着于这个身体，天天去为这个身体花了4-5个小时化妆啦、美容啦、搞这些东西，到了最后这个身体离开你，你心里很难过。所以这就是色即是空，因为你看到的东西就是空的啊。但是呢你去练空，你觉得这个空的是有的，你怀念它，你执着于这个练空的情节当中，那你就不懂得什么叫空即是色。也就是说你因为练空了，这个空里边还有色的，就是还有物体，还有你看得到的一切啊。所以你要看破它，你要照见五蕴皆空，你要看到它的本质啊。所以佛经心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心里内心想自在，想完全不被这些啊空和色所牵挂，我们要想心中得到大自在，我们既要懂得什么叫空，又是在空当中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人间的色，就是我们的相，来完成自己内心的空性啊。所以不要去练空，那么你的受想行识全部都是你的感受。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心经受就是你的感受，想就是你的思维，行就是你内心的行为形成的那种意识，也是这样的，亦复如是，就是都是这样的呀，到最后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呀。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想，哎呀多好啊，一年之后我能拿个什么啊，一个好的房子啦，公司给我啦，或者怎么样，哎呀好开心啊啊！但是到了最后这房子也是交还给公司的，他给你住的，那是不是亦复如是啊？那你当时的想象感受开心吗啊？我们澳大利亚啊，政府专门配给老人很多的房子，就是说你可以住，你可以住一辈子，但是这个房子不是你的，等到你走了政府就把这个房子收走了，这个不就亦复如是吗？你当时的感觉我有房子了，我可以住一辈子了，但是最后这房子是你的吗？他提早就告诉你亦复如是啊，就是这样的，不是你的，最后也不是你的，你是拿不到的。所以在心经当中认为恋取啊，恋就是怀恋呢，就是我恋着这个事情来夺取它，叫恋取世事啊，实际上就是恋空了。我今天哎呀留恋这个地方真好啊，但是呢练到后来一切都是空的，叫练空，其实都是没有分别的啦。啊，你说我们小时候回忆我们小的时候天真无邪的啊笑声，儿童般的快乐，无忧无虑的成长，没有压力的生活，哎呀怀念呢，我啊恋儿童时代，我怀恋儿童时代，实际上你怀恋的就是恋空了，因为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你只取了它，你不放下它，你最后失去了它，那你色即是空啊。所以你最后
心中就给你造成很多的烦恼，因为你得不到它。所以佛经上讲，一切能见或者不能见到的事物现象啊，而这些现象其实是我们人生虚妄产生的幻觉。也就是说，你今天喜欢的东西是你的幻觉，你今天所留恋的东西也是你的幻觉，因为它是暂时的拥有，暂时的给你看到，暂时的让你听到美妙的音乐。就像有一个人参加音乐会，他特别迷恋啊这个音乐或者歌星，听完了之后散场了，一切都归空了啦，场地都空了，演员又空了，所有的粉丝全部走空了，你还留恋在那里，依依不舍的不希望离开，你最后就叫执空，叫恋空。所以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所有的想象，所有的意识，到最后亦复如是啊，都是这样的呀，到最后全是空的呀。所以心经就是这么精彩。